Oh, I'll tell you how to do it.
惯这个锅度吗？是可以，有点巧妙，感觉要飞更多。小马的力量在这个，在这边应该在这边在搞好。稍微让速度不要太快，然后因为对于卡米的身高，应该知道。我们其实在滑雪的时候有，我们叫做，我们总共用三个大的方向去做滑雪。后脚的力量要比较多一点，然后你被推上去的时候，对，后
换边再给我。
要有站高换边，还是要有 ？OK。撞到半，你的半危险。来，三二。